有看卫星世界，大地风水。同学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首先给各位介绍，咱这位大师咧，就是咱我连上课讲，伫剑湖山慈光寺啊，王教师，人家大师咧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剑湖山去到台湾道场，现在最具水准的道场。啊，去了很庄严。啊，咱这位呢，对，咱叫佛恩寺。啊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大师上下呢，都特别给力啊。如松。如松哈。如果的如山高松。啊，山高松哈。如果能在高上的山的话，一定会成就，会成佛。嗯。啊，就是佛恩呐、啊，就佛的恩。而且，法师也爸爸。啊，也爸爸。啊，虽然妈妈嘛，虽然是出家了，爸爸永远还是爸爸，妈妈还是永远是妈妈，好、哦，这个是，所以爸爸妈妈对儿子哈、哦、儿女的那点关心呐、啊，啊，那么一出家了，就给他买一块地，啊，为好于去建道场，也好好弘法利生，啊，那。这是足好的姻缘的记住，啊，这姻缘记住者，啊，那么就让缘互相去成就，就是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我们来到这个所在呢，这地点看起来好地理，多讲几摆嘞，啊，我记得好像这里有大河的样子，啊，来看这水是玉带，玉带水，足水耶，啊，这玉带枯掉嘞。那么这走起起来，好像是应该是有山卯相，有山卯相呢，这个水口，有山卯相，水口在顺宫，巽宫，啊，那一第一爱合成门，城门诀，城门诀，城门呢，这些都是巽宫，如果前运呢，七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，好。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，七运去的时啊，这个风水真紧就失利啊。那么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啊，这个七柱中宫，这个都多伫巽方，七柱中宫七八九七八八百又到家。那么这个呢，合成门呐、啊，合成门的法则，合天运合成门的去的。享就360年呀，最少360年。好，一也稳定，它会稳定花360年。好，那么360年后呢？那你准各位念的成愿再来帮师傅，这样吼哪里不足，再过来个报这里啊，啊个报这里。如果这第二次如果合得好的话。就有720年，哎呀，不讨怕高啊，拢模糊啊，现在能够平安呢。所以这个玉带水、交汇水、交汇口，就是城门，城门诀城门。那去这道场最重要，合城门。所以咱台中道场，咱照讲古年、祖年，咱用去的时用升真济，升可能一两千万，
但是省一两千万呢，两年就退婚啊。两年退婚过了过了，就零零就假数就无啊，都无假数就未烧啊，内底包啊，草包啊呀。啊，所以等下今日再去，等下今日去呢，合成门八卦山甲这条都大肚山的，大肚溪口迄个城门呢，都要720年，我720年呀。啊，这是合成门的法则。咱地理大地要看城门，小地理好是看里面的小水沟。啊，所以咱金丹法门呐、啊，老祖啊传给我们的法门，要以大格局来看，小格局作为咱人普通修行的课题。啊，那么这大格局呢，是整个利益整个大众。所以这个水呢，这一带水就好，一带水才好。啊，过来这城门，佮修个条呜呜条条，修个有够好。水佮一带都苦都过。啊，这个水要苦呢，都有过过塘，过这个塘，过这个地点的塘。啊，过明塘，这明塘个。啊，这条溪常年不断的，水拢较大。啊，这个也叫做瓦梁。30年。那么咱平阳的龙，边游龙呢？平阳的水往下流，气就往上来，气就往上来。山上的龙就在那刘师兄呀，龙一直山顶落来，气滴面顶落来，哈、啊，这滴山顺山来，边游的水平阳龙气就顺着这个水流起来，所以那的成文节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就这里呢，好，就是发印89123456，7次，七入中宫，啊，有三卯相，要逆行78，这里800，啊，八运天运89一二地胖，就360年的，好、啊，这三年九运180又跨了过，啊，这360年，啊，陈文杰要不要给人讲哦？干不干呀？还没有。没有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好像工作一位啊。啊，工作侪。我对你无讲。师傅啊，伊教足一位嘛。那这个，那这建筑师。啊。我化解这条做九宫。好，那八运八。这坎卦、坎宫，啊，这离宫，啊，八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啊，水口，啊，水口一只高车来，水口一只水靠，那叫城门、城门，城门在这边，七柱中。七八八百叫做八运，七八九一，好，那么就挨到这里而已。那么接下来呢，那就往象星，好、啊，象星八运六入中宫，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，啊，五黄呢，起码八五八，哦、啊，这里二黑的。水珠对下底下落来咧，做连珠，啊，连珠水，啊，连珠水，啊，那那两个佛珠啊，一粒过佛珠，一粒的连珠，好、啊，这二五八这连珠，这就是符合一个道场的风水法则。啊，所以这是水的，好、啊，这连珠，二五八，哦、啊，是天运连珠水。不错，这个地点很好。好、哦好了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啊，恭喜啊，如松法师啊，恭喜师父。好的，谢谢。地水师，啊，地水师。哦，这个是大地，好、哦，最前底啊，好、哦，那么这个，这为坤卦，啊，那么为坎卦，好、哦，这是为地水师，地水师卦，
啊，三分，啊，三分，地水师，啊，这个油兼羹，油兼羹，啊，迄个叫做油煎羹，啊，这个叫做多多，哎，三分就是啊，都是三疗，啊，地水师变成地风生，啊，变成地风生，地风生呢，啊，就收迄门气啊，啊，收这边的气，这样呢，收安尼气，啊，坠下来。这是抽摇幻象，好、啊，地水师动三爻是什么？哦啊，地水师啊，第三爻啊，动第三爻是啥？地风生嘛，那地风生嘛，啊，地风生就是解坤，是坐坤象梗，坤象梗，好、啊，这安尼嘞，好、啊，完全的符合这个大局。好、哦，主角就天象哈，可能四象就这样无啊，无啊对，啊无啊，啊做有金光幽山兼加，水神出于顺卦，出于顺卦，啊出于顺宫巽宫，巽宫呢，啊咱都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啊七次水口三叉水口。一个手入中宫，七啊，这是逆行，七八八百，好、哦，所以这里呢，运呢就开始好符合整个迄、那个城门诀城门，好、哦，而且向这边出去，都抓好，作战呢，嘿，好、哦，咱现在啊，咱就来定这去啦，好，好，上来，你也起来。都多这样看嘞，干燥多这些所在啊，都正中。所以都这样嘞，好开那个天门，好开阴阳两仪。这边嘞是暗的，这边是光的。啊，中都一道横沟，好、啊，这是生死大河。啊，这个咱这顶嘞，都是生与死的河啦。嗯。啊，升起众生的希望。哎。啊，使众生死掉烦恼。就是生死大河，分金呢，分金呢，叫做生死大河，叫利寿大川，易经啊所讲的哈，利寿大川，大川，好、哦，这里、个，所以定分金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地方这个地方要做，还得好做地水师呢？如果有山有山，你若甘心有甘心呢，传了落，水神遐多来，顺水走。就不对，这个阳宫的旧平滑，啊，水龙跟水来，天元呢，啊，你得爱兼地跌过来，兼地三分，水神就收得着。如果兼人呢，啊，兼人三分呢，就弯出去啊，一抽摇幻象，跌到就处理，处理就处理啊，最纯最老，哈、啊，无落后物。哈哈，那么给他兼过。地炎龙，天震地，又兼惊，又震更，哈、哦、哈、啊。那么最安尼来拐倒起来，再搓哪一爻，任何一爻，即使坐卦差一爻、半爻、两爻、三爻，拢最前拢收着，拢管，拢唔惊。仙人撒网一箩筐，嗯，啊，仙人撒网一箩筐，再怎么样，伊就袂走。啊，你阿公往广东过来，任你怎么样呢？啊，处理都处理，冷冷退，冷冷啊退。哦，所以风水学哈、啊，这如何融入大自然呢？啊，这是一个大工程啊，大工程。今天呢，那就这个福气啊，来为佛祖啊尽一点心力。啊，那么仰仗佛祖和咱的地位，和、啊、咱呢。好、啊，叫我这个好机会，好、啊，那我们很感谢啊，佛祖一挖嘞，我们谢谢师父，好、啊，这个机会大家学习啊，现场的学习嘞，现场的那个的教嘞哈，啊，胜过书本上读了万卷书，好、啊，好，那么地点呢，哪能落雨的时，以后我教恁看龙穴气在哪里，落雨煞，天上灾。
上大的所在，去到上旺，迄个去就起。啊，咱休息吧。啊，侬休息歪位咧，这个气咧，就表示迄搭是较阴气、较阴气，啊，就阳气。那么，啊，遐个水，植物的水，植物的水，啊，后天植物，好、啊，那么这有山相毛，先天也是坎卦，先天之坎，先天的坎卦，啊，相，先天的离卦，啊，最呢，先天从直，啊，从坎而来，横过去。从坎横过去到离，那么今天先天后天完全啊如一，完全如一，好、啊、完全合二为一，好、啊、就先后天全部拢具足啊。先天是他的佛性，后天是他的努力，能怕咩啊？那么那先后天安尼时，那自然都以后呢来家拜佛，心会很清净。很容易会找到本性，找到自己。啊，那么这个地，个性管还要升75公分，还要升75公分啊！目前的黑的来地，黑的75公分起来，啊，也不能再高，75公分，七十公，是大殿还是大殿？大殿，大殿的中心75公分起来，再挑高，你若修管。他、啊、呢，两手飘飘，哈、嗯、哈，黑、哦、的、啊、就不对了，好、啊，所以七十公分，立刻4平8稳，嗯，好、啊，接下来的哈、啊，我们大家现在会顶香啊，等太阳公公出来，哦，就出来啊，嘿，平马卡西，哈、啊，最黑的家，哈、啊，啊，啊，75公分呢，反正黑的在屋子走路在啊，好来。坐坐下，啊！啊，刚才现在天象出来，如果合起来就刚好这么怪啊，就挂下。啊，咱即摆吼定起啦吼，各位同学恁爱记哦，定起啦，起在头爱伫后壁，吼、哦，起在爱伫后壁，啊，四肢头前，四肢啊吼，起在尾伫头前，表示少年爱向前行，老岁后壁爱做不做。好来，红球刷吗？有没有？好来，大象。啊，你这红球刷防滑哈。后边机哈，各位哈，后边机嘞，啊，这条都白安嘞，后边上后边机，后边这机哈，白安嘞，刷开嘞，好。啊，前面这支呢，爱对两边靠到过来，看黄金的花朵起来嘞。啊，我看一下哈。啊，咱头前这支就爱头前这点。啊，后边这支就爱安尼。哈，啊，再恁所位爱记起哦。哦，这后边这支安尼，啊，头前支安尼，哈，安尼靠过来。啊，这一直爱对两边。啊，这里头前几下两边，好，好来，那开始来订婚金呗。啊，有钟啊无？两对钟啊，那叫太极。好来，好来，有的后边有嘛？有没有？没使爱钟啊。好来，你带好玩呀。好来，家庭。好来哦。按两边看，按两边说。哦，你都够搞，对对对。好啦，先阿伯先定落。定完了，有在无？定完了。定完。让开一点好吗？好来。好、哦，用水对啊，水对啊，盖准。啊，用水对啊。嘿，没，冇紧，我学平行线一直太快了，地点太快了，平行线就可以了。好、哦，好，定位。定位啦。
啊，不用用石头吼做做水泥也是。哎，没问题。哎，这里吼，这所在作画嘞，哈，作画嘞，没有关系，方方向和对象。我电话了。好，来，请两个整个来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。为心信教，尊天法治，为国修德，为民祈福，弘扬中华文化德统，易经风水学想法，普利众生，是安邦民国上圣智慧。为心信教，易经大学台中道场，易经风水学初级二九班，十月二九开课，每礼拜二早起时九点上课。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，报名电话0932334170，欢迎受访神知识到店来学易经。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新北土城初级17班，报名电话0928421648，0928421648，维新圣教易经大学，台南嘉里初级3班，报名电话0932772253，0932772253，维新圣教易经大学，大安寺初级18班。报名电话0989077629，0989077629，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大雅道场初级9班，报名电话0912960536，0912960536，大家学易经，公司客户无欺心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。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新竹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，12月10日开课，每周二晚上7点上课，地址在新竹市中正路477号，报名专线0922794118，0922794118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。大家学易经，询问专线0492723756，0492723756。为心信教功德基金会秉持为国修德、为民祈福之信念，宗主分完上书20年来，在全世界各地演讲弘法，传达易经想法与社会各阶层，印制易经风水学册本，广传妙法在世间，欢迎社会大众加入为心信教功德基金会。电话0286751833，控诉24727757。啊，你大殿法师啊，你大殿是变怎么到对的？中心，中心啊，嗯。那就是一个所在啊，老师，你点这个所在。我迄个咯，你有看后壁小头前个那样。哎哎哎。来，坐下坐。啊，咱若要来，你问啊，你也去看，你问的所是伫个边啊。啊，同学哈，咱呢这合宗叫做太极，太极是两仪，无极生太极，易这条线是易以贯之，啊易嘞，那么呢？接下来就有两仪，接着合正的两仪，两仪一善一恶，一左一右，一是一非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。嗯哼。啊，一个成就，一个没有成就，啊，一个娑婆世界已成就的极乐净土。嗯哼。啊，这个太极的时间来。啊，所以这个合正爱戴嘞，阿拜嘞，这里就不能把它挖掉。嗯。好，咱这又做嘞，阿么大空嘞，咱接下来迄个时候。
啊，迄、那个去的时，尽量都在大殿中就不要挖掉了。好、啊，这很自然会有产生很不可思议的迄、那个感应出来。好、啊，所以这里呢啊很重要。好、啊，叫做太极，那叫做合针合，合的针啊，合针啊，那叫做太极。啊，也叫做两仪。好、啊，也四象，老阴老阳。哦，四象八卦抽这样的演化，无量无边的法界众生，哈、哦，这两粒啊含这合了为，哎呀，这样的殊胜，这样的妙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摆呢，这个大家以后好进啦，红熊叮当的，咱要这红熊好看，嗯，啊、哦，好了，那咱看有的，爱关心的，好好好，爱等钱，好，最后一点没有关系。要做更加好一点，最后一点啦，对，要这样玩，还是要做旁边个位置啊，哈，要带很重，好来，今年要不错，嗯，我刚刚听到妈妈不错，这是瞬间笑了，好，还是这样，好，我这样吧，这样吧，就在合掌，啊。这个呢，那这个笋一定要形成，哈、啊。啊，咱若像安尼坐向直接安尼三门爱开过伊啊。啊，三门。三门哦。对。啊，那上好都上好开正中啦。正中哦。嘿嘿，啊，那无你爱开两边咧。开两边。啊，你爱斜底下来，就对了，是吧？嘿。好、哦。因为这正中头前这条路哈，伊、喔、是毋是？伊咧是算讲伫第一头，无迄条，无迄条路，所以建筑上我都有影去了。哦，好，无要紧啦，对啊对啊，无要紧啦。反正嘛，先去抓，你先去，我再来个开窗。